这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什么叫相声啊？都说相声是语言的艺术。对呀。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这两个字还有解释。艺是艺，术是术，不同的解释。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哦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，哦，两层意思。只有艺没有术，那叫诈骗。哦，你想，观众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，嗯，你这就不叫艺。哦，只有术没有艺，你是个商人。哦，所以必须有艺有术，两方面都具备。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演出人比较少，3000人，这还少啊？一般我们演出是5000人起步，那是体育馆，多了到8000、1万。嗯，怎么能够把这8000、1万人调整到一个频率呢？嗯，换句话说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嗯，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4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还是辩证的关系。无淤泥焉有荷花？哦，太雅了不行，太雅了还不行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这怎么解释呢？比如说我跟谦儿哥，哦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俩是好朋友，本身就是好朋友啊。我们这个交情，嗯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是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写成书面文字，大伙儿也觉得真雅，是挺雅。但是一定明天会有300观众就不来了，嗨，听不懂。太雅了，听不明白哦，所以太雅不行，哦，太俗也不行，太俗了怎么不行啊？怎么了？您看我干嘛？我跟谦儿哥是朋友啊，这要用俗的一套来说，谦儿哥吃屎，嗯，很厉害啊，对，确实很厉害。这个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。怎么办呢？谦儿哥吃屎啊，也挺厉害。哎，这嗨，没有这么比的呢。反正你能吃就很厉害。哎，这不能吃那个，一定会有人笑啊，也一定会有人撇嘴。撇嘴？不爱听。哦，不喜欢啊？你看谦儿哥怎么吃，那是他的事儿啊。哎，不吃，你就说人听的事儿。所以，嗯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，无淤泥焉有荷花？这两边都过了，都不行，要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。是，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。嗯，我要感谢谦儿哥。你这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啊！啊，我刚才在后台想了想，嗯，特别感慨。怎么？我16岁进北京，我就认识他。对，我们认识的很早。那会儿不这样啊？那什么岁数啊？那会儿那小脸蛋粉扑扑的，嘿，一掐一兜水啊，多使劲呢，这得啊，那会儿。现在脸上都有皱纹了，就是老了。我刚进北京16，嗯，当年那会儿就叫北漂啊。对，漂在北京。北京文艺团体也多，平台也多。是，到北京来发展是每一个做艺人的梦想啊，都愿意到这儿来。到这儿羡慕人家，是吧？人家是专业团体的演员呢。对，那时候我有个单位，每个月有工资，固定工资，一个月挣800块钱，那时候就不少。后来一想，人家应该挣800呀。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？有个成语说得好啊。怎么说啊？千儿八百的。嗯，嗨，千儿八百的就是我应该挣800啊。嗯，我印象很深。哦，我16、17的时候，他带着我到一个北京新建的5星酒店去演出。哦，那时候这5星酒店少，都看傻了。是吗？当年在我们那会儿来说，住店得是国营旅馆，哎，招待所，哎，就是那个。对。5星酒店，我的天哪，豪华是这个状态的。嗯嗯，到洗手间去，谦儿哥，嗯，你看人家小便池，哎呦，怎么着，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。没听说过，有这么比的吗？这个没见过呀。嗯，啊，谦儿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看什么了？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粉色的，嗯，哦，红色的，绿颜色的球。嗨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谦儿哥乐了，我得解释啊。什么呀？这可能是谁横的那糖掉了啊？
我懂不懂我就胡解释，我真信呐。您啊，十六七的孩子，哦啊，是他哦，这么回事哦。接完手出来，在外边等着他哦。一会儿他出来了，是我吃上了我。好的，我至于不至于的，反正他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呗。啊，这谁信呢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老大哥呀。这当时大几岁？现在真是老哥哥了。嗨，你也别说他，后台演员们，烧饼来的时候才这么大，那是小孩呢。现在一晃，这都快当爸爸了。是啊，我家里也是，我大儿子都22了。对，我小儿子3岁半。嗯，满地乱跑。是，有的熟悉的观众知道哈。啊，小名叫啊，对，那喊叫安迪。对，那是叫英文名字。安迪，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怎么说到这儿问我来了？您这，哎，你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我起什么英文名字呀？我没有，我给你起一个吧。好吧，这说的这么别扭啊？不是，你经常出门演出、啊，出国演出，你有个英文名字好沟通。行，好吧，行，可以啊。你叫乔治。我叫乔治。你姐姐叫佩奇。哎呀，嗨！哎呀，我这。不太像。嗨，佩奇得长得跟那吹风机似的。叫什么不重要啊，只要您一直在就好。啊，那倒一直在。真的啊，合作快半辈子了。是。我就没想到我人生中还有于谦。你瞧这怎么说，真的，我的人生中有于谦，有郭麒麟，有安迪，我知没有搁一块儿说的。真的，我真是很。你不，你帮我分开行吗？来10个20个，咱不渴望有这仨够。没有仨，没有仨，啊！我不在里头。你看你这啊，这客气客气。我谁跟你客气啊？真挺好的啊！我们说相声是指这吃。是啊，人于老师说相声那是，纯粹是为了玩啊！啊，我倒不指着这个，正经的有钱人。谈不到有钱，又客气了啊，稍微富裕点。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，宦官之后，宦官是太监，不是那个词儿怎么说？那叫官宦，官宦把官搁前。他们家从清朝就是做官的，当过那么一任。他的曾祖父，是是是，我有印象，是吗？我有印象。哦，那会儿他曾祖父，因为他有照片，留下照片了，因为清朝末年。摄影技术是有了，有了，但普通老百姓照不了相，那就很难得啊！我记得李鸿章有照片，那是大官啊。左宗棠有照片，对对对，慈禧太后有照片，那就甭说了。慈禧旁边那个人是不是你曾祖？不是，不是，有胡子哈啊，有胡子啊，有胡子啊，对对对，反正他曾祖是做官的，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。哎呦，这个官官运不旺吧？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。哎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喝了有这么一杯，哎，这嗨，沾舌头就死了，去世了啊。后来他祖父就说嘛，说咱们别做官了，不当官啊。你看老爷子喝了一杯就喝死了啊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好好的锻炼身体吧。那能干什么呀？哎，他祖父啊。投名师访高友，干什么呀？练武术。哦，武术家，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，都会。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、射棒、鞭锏、锤抓拐子、流星。嚯，尤其天下各种的这些个大侠，都教过他祖父。都有什么大侠呀？我印象中有一位铁砂掌的名家，那是双手上的功夫，单巴掌挥动是500斤的力气。呵。2巴掌1000斤的，好家伙，这大侠教过他爷。哦，很可惜这个大侠英年早逝。怎么死了？嗨，嗯，早晨起来洗完脸啊，拍爽肤水，我啪，这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？这拍碎，这太狠了，对自己。这样的侠客啊都教过他爷。哦，就这类缺心眼的侠客们，要缺心眼的呀，这玩意儿都教过他老人家，有能耐是吗？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哦哦哦啊！你想到后来他祖父行走江湖的时候，铁兵刃都不敢带，为什么呀？怕伤着人，就这么大功夫。可
可是你出去你不带个东西也不踏实啊，在防身呢，就带着葫芦防身啊，这一葫芦就能打了。哎，走到江湖上，对面来人了，嗯，他祖父就把葫芦掏出来了。是啊，哎，哦，掏出七个葫芦来。哦，嗯，七个，还有口诀呢，怎么念啊？叮当当，咚咚当当，葫芦娃呀。不像话，一个一个一个还行，一个大葫芦这么大个。后来嫌这一个葫芦碍事儿，哦，一刀切开了，是半了葫芦，这为瓢，拿一半背着这瓢，嗯，行走江湖，这也行。武林中的人给他祖父贺号，他叫天下第一瓢。哎嗨，嗯，太难听了这个。啊，祖父很厉害呀，瓢到东，瓢到西的啊。反正挺厉害，挺厉害，嗯，哦，怎么个厉害？后来他祖父就病了，那是因为嫖他呀，那是。你说嫖到东，嫖到西，后来就病了，你练武术练的走火入魔了，哦，真是练邪了，走火入魔得了病了，什么病啊？全身不遂。哎，嗨，全身不遂干嘛呀？嗯，那叫半身不遂，得了两次半身不遂。一边一个，这对上了是吗？但是脑子依然清醒，啊，还是有思维，而且眼神很活泛，啊，眼睛能动，全身哪儿都不能动啊，就这眼神能动着呢。哎呦呵，都看着眼睛了。那是啊，哦，家里着急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是是，得了，嗯，给娶个媳妇儿吧。干嘛这时候娶媳妇儿？当年管这个叫冲喜。什么叫冲喜啊？有个喜事一冲，病就好了。哎，有这么个讲法，这才把他奶奶娶进家来，结婚了。老两口子恩恩爱爱，是生了八个孩子。嘿，你瞧，厉害！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。这就靠眼神就生八个孩子呀？啊，这多大能耐这个？要强，这跟要强有什么关系啊？可能反正就是啊，哎，嗨嗨，行，别往里掉人了。嗯啊。反正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啊，是吗？厉害啊！嗯，生这几个孩子里边，哦，就有你的父亲们。这什么叫父亲们？嗯，父亲就一个，这父亲是一个，那几个有叔叔有大爷。那倒是哥们儿吗？那会儿你爸爸是赶上好时候。什么好时候？真的，您现如今到北京城老人里边，啊，扫听他父亲没有不认识的，哦，都熟。老爷子姓李，姓，哦，姓，啊，姓于。您说清楚，姓于叫李秀珍，是什么名字呀？这啊，姓于叫李秀珍，反正他都知道。老人一提，那没不知道的，是吗？当年的阔少，有钱。哎呀，哦，你想他爷爷没等挥霍，不就动不了了吗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这点钱都给儿子了，都留给我爸了。他爸爸当年那叫纨绔子弟，哎，纨绔子弟，玩绔玩的那个，没听说过。啊，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啊，后玩胯骨，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您这说这么牙碜？这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都知道于家大少爷啊，一出去，好家伙，他爸爸戴那戒指，哦，绿，是翠，哎呀，这么大块，呵，好家伙，啊，那叫祖父绿啊，祖父绿，哎，您知道再说，不知道别瞎说。怎么？那叫祖母绿。哦，啊，让祖母绿的啊，那还是祖父绿的这个，啊，祖母正字叫祖母绿，祖母绿。对了，大戒指祖母绿的，呵，厉害。那年头他爸爸就一身的英国西装，啊，穿洋装，意大利的皮鞋，嘿，喷着法国的香水，法国的香水全世界最好。我记得法国香水谁一闻，哎呦，味儿不一样。这什么牌子呀？你那怎么样？哎呦，特别好闻啊！真的，没说清楚 啊。法国香水什么牌子？那怎么样？哎呦，啊，你先别形容，你就细琢磨这味儿。你老形容这味儿甜的，我就问你这牌子叫什么呀？王守义。哦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左脸，合着。废话，我知道法语怎么说，是吧？那您不知道，您别瞎说呀。反正可香可香的了。是吗？那是正经的大少爷。哦，出去开大汽车，那时候就开车，老死来死，呵，这出去作死去了。哎，嗯，洗澡啊，洗澡必须青花池，那有名的地方。洗头一水，什么叫头一水啊？洗头一水，凌晨4点啊，怎么这么早啊？澡堂子每天晚上水都放了，
脏，刷干净换干净，凌晨四点啊，把水换新的，是头一个下去的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哦，这代表身份，这头一水他爸爸必须洗头水，就有身份，说这池子下去过人了不洗，嫌脏，就这个大少爷就这个享受这个劲儿啊，凌晨四点是澡堂子还没人呢，就是伙计干活的，没开门呢吗？于家大少爷就来了啊。这孙子非冻死不可呀！这什么身份呀？叽叽嗦嗦的，冷冷，你别去好不好？冷啊，等着啊！门开了，哦，水合适了，是伙计来请大少爷来了啊！我来请，这叫请呢，这才进来啊，脱了下池子，哦，泡着呢，上来了，嗯，这个啊，兑点凉的啊，太热，下那池子，嗯，再泡。上来，这个兑点热的哦，水温合适。嗯，门一开，客人们陆续就来了。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，这不是泡澡去了，反正是讲究，老北京人讲究啊。你包括当年我上华清池、上清华池、上这几个大澡堂洗澡，都是他爸爸教的。怎么还教啊？你看我十六七进北京啊，愣头青半大小子，我懂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懂。人他爸爸来，爷们儿。别处别去，看见了吗？嗯，看这块匾了吗？这块匾，清华池，对，北京的老澡堂子，洗澡必须在这儿，讲究。洗完了咱们泡，泡完咱们搓，连剃头啊、嗯！待会儿沏壶热茶，脱吧。脱。老头把衣服全脱，一丝不挂。好，我挺害臊。害什么臊啊？老爷子，嗯，咱还没进门呢，门口啊，那是害臊那个。他爸爸拖到虎方桥那儿了，就好家伙，啊，好，我说咱们洗去吧，洗去吧。老爷子抱着衣裳啊，嗯，行，回来吧，就别哆嗦了，你这没有不羡慕的，那是笑话，那是厉害啊，那个老头那个活法是吗？五十岁，他爸爸就做拉皮儿，拉皮儿整容，脸上有皱纹啊，弄上去。是，这叫拉皮儿，就往上蹬蹬那皮嘛。女的有，男的哪有啊？女孩为美、啊，尤其他父亲那会儿啊，老头五十岁、哦，他爸爸照镜子一看，是，嗯，我爸爸东方不败呀、啊，是怎么着？干嘛这样啊？这个有皱纹了哟。不是，咱们大气点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有皱纹了呢？哎呀。他妈乐坏了，是吗？好家伙，我妈倒挺大气，你哇，哪儿有胡子呀？哎，捋胡子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这是。老头，这个不行啊！哦，这哪行去啊？不行，有皱纹呢。换换吧，有皱纹啊。得了，就听说了，哦，有这个拉皮手术，也做这手术的。人家他爸爸五十岁啊，年轻的，买张机票，嗯，奔泰国，嗯，嗯。你先等会儿，那儿切得很。我没听说过，泰国像哪儿？做这好韩国呀？头回去也不懂啊。啊，奔韩国了，奔韩国打泰国转机，哎，到非走一趟泰国，哎，打泰国奔韩国，嗯，哎，说您手里给弄的吗？是吧？到那儿叽里咔嚓，往上拽呀，就是往上拽着。呼，完事回来冲镜子一看，是，真好哟，真平整嘿，这连嗓子都蹬上去了，这个。开心啊，是吗？一眨眼十年过去了，十年，六十岁了。哦，照镜子一看，嗯，哟，怎么着？又有皱纹了。哎，又耷拉下来了。哎，买机票奔泰国，怎么转韩国？怎么非走趟泰国是怎么着？哎，大夫您受累给蹬蹬吧。还蹬啊？给他蹬，是，蹬上去。哎，上来，回来冲镜子高兴。是，真好。哎，特别平整。行了，别嚷了。嗯。开心啊！嗯，一眨眼七十了。哎呦，耷拉下来，沙皮狗了。您说那是，耷拉下来了，不至于这么厉害。哎，嗯，买机票奔韩国。对了，转泰国又回韩国，折腾吧，这不是？老觉着不去泰国这活成不了。嗨，走惯了腿儿了，到韩国找大夫受累，您给蹬蹬吧。啊，使劲儿，用点劲儿。对，大夫说那来不好，哎呀呵，脚啊，蹬，别上脚。哎。蹬完了，使劲了，照镜子一看，哼，怎么样？真平整。这回就是太阳穴这儿一边有一个肉疙瘩。哎呦，这肉疙瘩是怎么回事？蹬的劲儿太大了啊！
把胸口的皮蹬上去了。对，没听说过，胡说八道，你至于那么使劲吗？这个生活的品质，这过了。爸爸聪明，咱那是没事。咯叽咯叽咯叽，对吧？嗨，行了，头上有犄角，别唱了。我是一个小青龙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几个动画片都是给他爸爸设计，没听说过，很厉害呀，很厉害呀，品质太差了。向你爸爸学习。这也学，吃喝穿戴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楷模。嚯，那是老爷子，人家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啊，咱举个例子来说，老头有时候，吃饭，嗯，啊，这吃腻了，啊，鲁菜粤菜不要不要，要吃西餐，啊，吃洋餐，吃西餐连刀叉都是定制的，哎呦，还单定，纯银的。嚯，他爸爸那西餐那叉子一米五，啊，我一米五，一米五，纯银的，前面这叉子。弯下点去，还弯着。哎，老头出去吃西餐去喽。师傅，等会儿我。行了行了，我爸爸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取经去了，他这是，很厉害啊！坐那儿刀叉吃，吃完了来杯人屎咖啡啊，人屎咖啡呀，咖啡呀！您这胡说了，怎么呢？那叫猫屎咖啡。猫屎咖啡是一种麝香猫。对呀，吃完了咖啡豆排出来之后，嗯，经过处理拿那个磨的咖啡，您懂啊？嗯，四五百块钱一杯，最贵的了，那是产量低呀。啊，人屎产量高是吗？有喝那玩意儿的吗？那个我也不懂你们这有钱人的活法。那就叫猫屎咖啡。他爸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哎，喝咖啡是是，不管吃什么都是最好的哦。哎，随身老带着那个一根纯银的一根簪子，这干嘛用？插在脑袋这儿，怎么着？哎，什么菜一上来，嗯，这是干嘛呢？看看是不是有毒啊？这银子能是毒？你这玩意儿多厉害 啊！不管吃什么也是，哎，你黑了就是有毒。吃早点也是，早点，哎，包子一上来，哦，这包子也是啊，有毒。怎么？我这黑了，那是有毒。买包子气坏了啊，有病啊？怎么了？豆沙包啊，嗨，这别什么都是了，那就反正讲究呗啊。人家老于家吃西瓜都得是自己种的，自己种西瓜也不行，外边买那个西瓜不行，净往里边打甜水的。对了，那得自己来，自己种啊。特意跑到庞各庄要的西瓜籽儿。哦，哎，开了块地，两三亩地，这就不少了。自己家撒籽儿。哦，于家大瓜地。哎，嗨啊。一滋了印儿，嗯，一长了芽儿，是老头天天自个儿趴着西瓜地那趴，这也太气迷心了。刚长印儿，刚出苗就盯那儿看啊，盼着呀，就怕鸟来了。鸟来了，比如接这么大的瓜，鸟拿嘴夸一啄，哦，不长了。哎呦，哦，防这个，就怕这个防鸟。开始是地里边立个木头棍儿，嗯，挂俩塑料兜，吓唬鸟。一刮风一抖楞，鸟就跑了。现在鸟可聪明了，它一会儿就明白了啊，啊，不灵。后来定个十字架，石头石架，上面来草帽，啊，跟人似的了。哎，那两天鸟不信了。是啊，后来老于家真有办法。我们呢，买了300个充气娃娃，啊，搁地里头了，搁地里吓唬鸟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。好嘛，那是没鸟了，那是。这一晚上把地踩得跟泥似的。哎呀，嗨。瞧不见西瓜了，你不服行吗？那是得服。就人家这个生活状态是这份儿，啊，就玩这个。好家伙，老头，嗯，老头早上起来啊，早晨6点准时起床。哦，6点起。哎，洗漱完毕之后，嗯，哎，打屋里一出来是，先喝奶，啊，早点。4个丫鬟伺候他爸爸，喝奶。他妈四个丫鬟。不是你好好的行不行啊？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。喝搀着老头喝牛奶，喝牛奶干嘛？四个丫鬟呢？四个丫鬟还看不住了。有一回喝牛奶还受伤了呢。喝牛奶能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半截啊，那牛坐下了。喝真牛的那奶啊！啊，这四个丫鬟搀着你爸爸啊，瞪着。哎，你爸爸跟这儿。这多大份，您说身份。哎，喝完牛奶擦擦嘴，嗯，往屋里一坐，开始就跟西太后那个吃早饭那个姿态那个状态差不多。慈禧太后那上面一坐啊，嗯，御膳，哇，他们家那碗都烧的，
定烧，定烧的，哦、带金边儿，嘿，呵，端上来，热气腾腾，什么呀？卤煮火烧。西太后不吃这个啊，卤煮小肠。哎，对对对，吃点、哦、吃点猪肠子，嚯、哦，爸爸，我爸爸还护食呢。哎，踏踏实实的吃啊，吃啊，吃完了。跟厨子说怎么着啊？嗯，我吃东西一定讲究干净。哦，明天要再这样，告诉他滚蛋，别来了啊！这不干净，谁让你洗肠子的？我要什么方面的干净啊？这知道吗？啊，就是怎么来着怎么弄就行，知道吗？哦，别洗，别洗，这是早点。哦，到中午了要换个菜系了，换什么菜系了呢？炖吊子啊，那不是换菜系了，那就是换大肠了。啊、这个，也就北京人管这肠子叫吊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挂猪肠子，就一钩把它吊起来卖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北京人管猪肠子呢叫吊子。对对对，一大锅，嗯，端上来了，你爸更文雅了，这那是那是那，就显这个大户人家这个状态，就别夸了。哎，傍晚傍晚就吃清淡的东西了。什么清淡的？嗯，大肠刺身，改吃生的了，活猪现宰啊。嚯、哦，知道吗？啊，一刀下去。把刀杀了，嗯，这手进肚子里边掏这肠子，嚯，掏出这头来找你爸爸这嘴，嗯，你爸爸等着，哦，我在这接，哎，哎呀，叼住了，啊，哎，使劲儿，使干嘛？你爸爸，嘬呀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嗯，叼着肠子头使劲儿嘬，那不是吃早点呢，就是喝那猪屎呢，那是。说这么恶心的东西，不废话，有这么吃的吗？你爸爸好厉害，嗯，这有什么可厉害的？好厉害啊！嗯，这儿赶紧一震，哦，把肠子蹬下来，连猪带肠子打走了。哎，我说就吃那屎呢吗？那不是，你爸爸吃饱了，啊，吃饱了，晚饭这算这就是晚饭了。哦，吃清淡的吗？嗯，睡觉之前吃一点甜品，这甜品又是什么呀？哎，先给我来一个榴莲，啊，水果。哎，不要冰箱里的。怎么了？对胃口不好，太凉，用那个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，他们说这个微波炉打完榴莲是栗子味儿的，是吗？哎，打完之后你闻呢？哎，栗子味儿的屎。哎，这个，我说那好不了。吃完了，哎，这吃完了，把我那鸡蛋端过来吧。还要吃点鸡蛋？那当然了，尤其这个月份啊，他父亲就开吃鸡蛋了。哦，吃鸡蛋怎么吃？吃的这个是童子尿煮鸡蛋。童子尿煮鸡蛋，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，啊，有专门的拿童子尿煮鸡蛋，是是，吃完之后这一夏天不中暑啊，有这么个讲究，老头就爱这个，啊，喜欢这口，但是鸡蛋好买，童子尿难学呀，得找小孩啊，他们家房前左近都找没这么些孩子呀，是是，后来老头劝自己，怎么劝自己？得了，怎么了？谁当年不是童子啊？啊啊！我都没听说过，当年是童子像话吗？把我那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哎呦，还得是老哥哥啊，最年轻的82。好嘛，老爷子们啊，坐轮椅的、抬担架的都来了。好家伙，打医院搬来，弄一桶来给他尿吧。好家伙，哦，十多个大爷啊，尿了三五天，凑了一桶，这么长时间呢，竟是前列腺有问题的。哎呀，啊，看病去好不好？尿完之后先过滤，过滤，他有好多结石，是吧？哎呀。怎么那么脏啊？剩下这个给煮这个鸡蛋，啊，这一大盆连汤带水，热烘烘端上来了。呵，啊，老头开心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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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看着美，钱给我包啊，我还给包，大孝子啊，都闻不得这玩意儿。老头当当当当吃，真爱吃，开心呐，嗯，还是，哎，谦儿，你来一个吃啊！我呀，啊，不不不，对了，我这鸡蛋我可吃不了。没错，我喝点汤吧。哎，这里吧。有什么关系呀，啊？这个不重要啊。刚才是岳云鹏跟孙越，是让他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。这是第三次上台了，新年新气象，是以后不说的话不说，就啊，压根儿就别说了啊。那好，算我没说啊。愿意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吗？真的啊，这后台我最好的朋友有俩，哦，一个是谦儿哥，那肯定有我，一个是高峰。
哦，还有老高，这俩坏蛋说在，怎么成坏蛋了？真的啊，你们老以为郭德纲还欺负人了，这个那个了，嗯，你们是不了解真实情况。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呀？这俩人欺负我半辈子，您这有点过了。你看，列位您评评理啊。啊，老高比我们小几岁，是我比他小四岁。哎，啊，按说来说这是老大哥，对呀，他得疼我们俩人，我就这么做的呀。但是他把我跳过去，他跟高峰私交更好一些。嗨，我们俩住得近，接触得多，打小都这么大的时候在一块儿啊，啊，小朋友边边大的时候，这俩人天天算计我。我们怎么算？我印象特别的深，你说说。就有一年冬天。嗯，我先跟各位坦白啊，嗯，我也上过学，但是沾什么数学呀，什么就这个，我实在是不灵。哦，数学不好，语文还行。哦，啊，要不前些日就记者问我，什么时候你们上市，把我气的呀？啊，我要识数，我还干这个，上不了市了。上不了市啊！啊，打小也是如此。嗯，啊，对数学不爱，这俩人诚心问我呀。啊，哎。1486万乘以2597.4，等于多少？还点四？那我也实在，我还跟人算呢，还掰扯，这手指头就能掰扯过来？那能掰扯得了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嗯，俩人乐坏了。啊，罚你？怎么罚呀？罚你喝水。哦，喝点水。吃面那大花碗。啊，温水，让我喝。嗯，咱倒是认头。那是嘛，没算上来呗。啊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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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喝一大碗，愿赌服输。俩人又问我，嗯，刚才那个数减去一等于多少？这好算。嗯，算算算，不知道。那是不知道。喝水，再喝大碗，吨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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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碗，我又喝了。啊啊，刚才那数乘以六等于多少？老是刚才那数。倒水吧，给我啊！啊，那可不是倒水吗？蹲蹲蹲蹲，小孩这么大的花碗一喝，喝了四五碗。嗯，这俩人乐的都不行了。那是啊，咱出去跑会儿吧，就我还跑得动吗？一肚子水，那可不呗。嗯啊，出去吧，站在门口站着，好家伙，一晃动，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好家伙，喝的呀！这俩人乐的不行了啊，俩坏蛋，那编排人啊，俩人站院里，他俩玩的挺高兴。嗯，正是冬天。啊，他俩人也逗。你敢舔这铁门吗？我就站在台阶儿，离老远，我看他俩。啊，这俩人不带你玩儿。我们俩比赛舔铁门，不带你玩儿啊？哎，于谦一伸舌子，啊，啊，舔大铁门，有点生活常识您就知道了。嗯，啊，就粘上了。高峰乐坏了。他也瞧我笑话，你那么舔一定会沾上，是吧？那应该怎么舔呢？你看我这个啊，来，他也沾上了，俩人都沾上了，是啊，哎，真害怕了，那是拔不下来呀。嗯，我其实就是害怕，嗯，跑又不合适，那都是哥们儿，俩人跟那叫唤，我赶紧过来，啊，我这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这怎么弄？他俩跟那开开那开去，开这叫我们救不了啊，就是说不清楚，对吧？啊，街坊大爷出来了，啊，就没有你们那么淘的，哪儿干这个啊？尤其这俩，好家伙，这俩小玩意儿怎么能舔铁门呢？是不是？别数来了，怎么救啊？这是啊，啊，你说我，啊，你还不救他们呀？是啊，大爷怎么救啊？对呀，去弄点水一浇就行，弄凉水。凉水不更坏吗？那怎么着？来点温乎水。浇在他俩人舌头上。哦。你看。我都没想到，就他俩人就提前就想到了这个工作。啊。后来我们仨就跑着满出去玩去了，就特别。你不是我怎么。你倒把那救我们的过程说一说呀，你我怕他们给剪了你缺德不缺德呀？我们所以说我们三个人这个交情是你们各位不了解的
哎，交朋友嘛，就这么交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个想想也很开心。嗯，这都是童年趣事。我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，因为像这种事儿呢，比如就是舔铁门这个，我记得我们童年时代大约两天他们俩就舔一回，是吧？这也太不长记性了吧，我们。他们是为了让我的数学能提高。我以为我们上瘾了呢，喝的呀。一晃这么些年来，我数学也没有怎么提高啊。是，但撒尿了啊。但是我们的交情，那是那是，一直是这么好。哎，对啊，真的，我跟老高真是拿他当我们亲哥哥。那我就虚长几岁，我大一点。那会儿一看谦儿坐着不说话了，啊，我们俩就吓坏了。哦，老大哥不说话，做小兄弟的敢搭茬吗？准有事儿啊，半天试探性的问，嗯，谦儿哥，嗯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办？谦儿哥就这馅儿大了，嗯，是我兄弟吗？嚯，是大哥，嗯，您吩咐吧，嗯，你们俩要听我的话，说听您的话，啊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把我搀起来，这么大份呢，一边一个。嗯，搀起来，大哥，搀您去哪儿？嗯，灌肠。哦，你看大哥说话，我们就听啊。是啊，哎，我们扶着他到医院。到医院？到医院挂号得问呢。嗯，我们大哥灌肠，什么病？不知道什么病，大哥命令必须得听。护士也，小孩这个，那你们俩外边，那个灌肠的进来吧。嗯，给钱儿。弄到屋里去灌肠，我们在外边等着不放心的啊，好长时间这才出来，出来一看他都哭了，哭，我想吃油炸灌肠。嗨，哎呀，我上医院干嘛去呢？让你们俩送我上这儿来了呢啊！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哥仨好的还是像一个人一样，是一个人吗？那是开心呢啊！啊，到后来说相声了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感谢谦哥。您又客气，没有，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儿，嗯，但是也是最难的。哦，还难，四门功课。哎，说学逗唱，是嘴里得干净，得清楚，能表演还得各种学，嗯，还得能唱。是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本门唱啊，说相声必须要会。嗯，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好，这好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就算唱完了，嗯，哪儿就唱完了？唱一什么呀？嗯，这儿喊休息红，那儿喊叫小帆，这俩没有一个是太平歌词。嗯，好，嗯，啊，好好好，哦，啊，还真是有外行。嗯，唱两句你们尝尝啊。嗯，夜半精深了，因为大部分观众好几千人都睡着了，咱别吵醒大家啊。啊，嗯嗯，你听着啊。嗯。我得小点声啊，我不能把观众闹醒啊，不合适啊。嗯嗯，庄公，行了，没有睡的了啊，你们睡你们那事儿。嗯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。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不要粒儿指的是女裙钗。用尽咱这个巧牙关，灌下了药骷髅骨，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近安于臣我那逍遥马，
怎不见？琴键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换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才。好，一整段儿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哎，就这味儿的啊，一唱起来是这个风味的。嗯，这是我们专业要学的，必须的。你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他的就都是学唱，只有这个叫演唱。哦，是是啊，你包括什么和声啊、叫卖呀、啊、小曲小调都得学。您说叫卖吆喝？哎，马路上吆喝，现在没有吆喝的了。现在哪有吆喝的？是是，是不是？嗯，现在这个购买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了。对呀，啊，你看现在拿手机一扫就花钱了，就电商。你也没想到吧？现在这个技术把小偷这个行业取消了。对，是不是他不能偷你二维码，是不是没有用？嗨，过去啊，你比如北京城啊，卖菜的、卖这个、卖那个，那个吆喝都是街头一景。哦，你卖包子的，包子的，卖包子过去不也吆喝吗？怎么啊？包菜好摆我的面儿嘞，尝着包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的呗。啊，这是汉教的包子。哦，哎，贵教清真是另一个味儿了。小伙计儿，回教怎么吆喝？新热的铁哩哩，包热的哩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。嘿，这小童子音儿，贵教清真。人家这么吆喝，哎，就这些个吆喝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都得学啊。包括小曲小调啊，什么这个各种曲艺曲种啊，我们也得学。还学什么？你看，比如有这么一种窃弦子书，现在也见不着了。窃弦子，哎，有大鼓满了门的打，这个三弦就满了门的蹦。嗯，有小段我就不说，把那大段就奉敬命功。昨天我唱的本事啊，搬了本的捧功难，还有这么两三段啊，没有把它叫得清。窃弦子书，你瞧啊，有点意思。现在这个也没人唱了，这没听过了。啊，你别看这四句啊，啊，这四句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教我的。嚯，摊传授，这是他小的时候听这个北京老艺人唱，他说这四句你把它学会了。哦，啊，我就把它继承下来了。你还再没听别人这么唱过，所以您会吗？得跟师傅学。嗯，你看有时候他们串闲话，有时候，哎呀，郭德纲拜侯先生，侯先生什么都没教他，不能瞎说，啊，慢说我师傅还教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算没教你想一个道理。嗯，唐僧教孙悟空什么了？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再也没有人说你这泼猴，没人说了。哎，啊，这很重要。嗯，我们这都从小学这个的，都拜师学艺啊。尤其学相声之后，老师们确实对我们很好。嗯，就把我们分别搁在不一样的地儿去学相声，要学唱，学京剧就搁着京剧团。哦，学评戏搁着评剧院，真下功夫。哎，有梆子唱腔送到梆子老师那儿。对，就这段唱，你得跟弦儿能唱起来才对。嗯，那会儿我就学这个评戏什么的。嗯，送到评剧院。对，你喜欢评戏，谦儿哥喜欢京剧。对，送到京剧团。是于老师那个人缘，那会儿我们都羡慕都不行了。打小就人缘好嘛。啊，那会儿啊，只要一说，哎呦，谦儿哥一进了京剧院啊，嗯，就京剧团这帮老头就围上来了，围上来了，一大帮老头就喜欢他呀，就有人缘嘛。扫地的王大爷，烧锅炉的赵大爷，啊，拉大幕的孙大爷，做饭的李大爷，就都哎，有一个唱戏的呀，怎么全是大爷呀？人缘啊，人缘啊。哦，我一上评剧院去，好家伙，嗯，青衣花旦，就这帮小姐姐四十来人就把我围上了，知道吗？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谦儿哥不错。嗯，谦儿哥后台的孩子们谁要不会了，谦儿哥愿意给人说。我倒不保守。呼，谦儿哥给孩子们说戏的时候很可怕。怎么可怕呀？你看我跟徒弟们学生之间，嗯，不会不会你就练去。你努力，我顶多你不用功，我不爱看你，嗯，淡你两天，不搭理他，他不行，我呢，好家伙，他真打呀，啊啊，学生一不听话，于老师，我那花椒木又拿出来了，脚边，戒尺，我什么玩意儿都往那儿塞呀，我怎么了我？你这裤腰带上不有一卡子吗？对吧？
我穿裤子了吗？你就说不是你孩子们害怕，哇、哦，这就害怕呀，害怕是惊讶呀，家伙就得叫鞭啊，疙里疙瘩，还是花椒木吗？这不是挺好啊？哎，所以说好多孩子，在于老师的督促下吧，啊，都见长。哎，这应该严格一点。你看，包括今天的后台这些徒弟们，岳云鹏是刚才在台上尊敬谦大爷这状态，你们也看出来了。我们爷俩关系也好，对不对？嗯、你看栾云平是栾云平喝酒不用菜，那他想想谦大爷就喝一杯，打我下酒呢，是吧？张九南那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孩子，是于老师教完了，那孩子狗一样的人才。这狗里狗气跟我学的感觉。嗯嗯嗯，您那儿有那个养马场，啊，众多牲口都在您那儿啊。哎，对，哎，高九成，啊，高九成大胖子，对，多老实，捧哏那个。他来捧哏，但是现在捧哏他也能站外边唱几段，哦，都是在于老师那儿训练出来的。艺多不压身嘛，不唱他真吓唬你啊，哦、对不对？打，哎，九成，哦、快来，好、哦，来。过来过来，这站这儿的孩子啊，在学，在咱这儿上学，于老师吓唬过你吗？要是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孩子你怕什么？你直接说你啊，你别捂屁股，没事。啊，没怎么打过我，没怎么打过，没怎么打过呀，就一回，就一回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当时就一下我就懵了，就不知道后边事儿了。你看看，你到今天才行啊。没听说到今天才醒，哎，醒了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还没醒呢。不行就拔那花椒木了啊！九成能唱，嗯，唱的还挺好啊。给大伙儿展示一下于老师的教学成果，好不好啊？来，给大伙儿展。九成，京剧、评剧都行。先来两句评剧，我们听听。行，评剧，评剧也可以。先来两句，哎，刘伶醉酒那个可以呀，可以。来了刘伶，好酒的难安。好，好，就这种发音位置，就这个半男不女的，这个可不好唱，你知道吗？男的，好好好，这个唱不行，得唱出童音来。童音，这个嗓子，人嗓子是肉的。啊，有的人说这个演员唱的就像两块上等的紫檀木碰击在一起似的，嗯，就说那个甜劲儿，说这个演员不行，这个演员嗓子就像棉布包着暖气片光光的似的。嗨，说那个演员就像两根花椒木的撞击似的，那就差着了，就差着了，就拿一根，哎，一根啊，花椒木，行了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就好像这个哎，听完之后观众有的像喝了一杯酒似的，这么陶醉，哎。有哎，有的唱观众就像吃了一碗馄饨似的，有的馄饨还没有馄饨，但是嗨，怎么老有这来了？不重要。哎，刚才唱的是评剧啊，把那京剧给大伙儿再展示一下。京剧啊，京剧我唱一那个桑园会。桑园会秋胡戏妻啊，太棒了！来，还等什么？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鞍马铁忙，坐立在吊鞍永不忘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前影好像罗妇女，后影好像我街坊，奔当下马将妻人，且知啊错认了命，那女罪非常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先回去休息去吧，回去休息吧。哎，确实不错。好，听出花椒木的味儿了。嗨，没有这个了。哎，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哎，说相声入科之后，学完之后，学会了正唱，就要学山东二黄了。什么叫山东二黄？就是这段桑园会秋胡戏妻啊，哎，要用山东方言演唱。那怎么唱啊？哎，我们学的时候都是，哎，一个是学山东方言，嗯，一个是学河南方言。哦，都得学。哎，像这出戏呢，有山东的唱法跟河南的唱法。哦，那您给我们学一学这个山东方言。哎，山东的呢，跟这个河南的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运用和它词汇的排列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看京剧啊，这是。咱们唱的西皮流水，秋胡打马奔家乡，对了啊，但是这戏在河南戏唱的就不一样了，
河南戏怎么唱？哎，河南戏唱的是花折，这什么叫花折？一句一折啊，就是没折呗。裘大夫催马奔山林，奔山林，人臣。对了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又改江洋了。俺一曲杨柳像根棍儿，哎嗨，回来杨柳发叉子，哟，紫竹林永牧区。里边坐着个小娘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前影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我的妻，有心上前把她问，错人民女我是咋的。哎呦，这味儿，这是河南的哦。但是我们在山东二黄里边充分运用了相声的各种表现技巧。是吗？山东话、山东字、山东味儿、打嘟噜、土语，什么都有。哦，什么味儿呢？那一唱起来更热闹了。您学一学。哎，秋胡不能唱秋胡啊。那要是秋胡，把这山东味儿出。哎，秋啊胡啊，大马是奔那家得里，熊爷那个路我啥是马不停啊蹄，自因啥家了贫呢、啊？难度一我的因思想，撇家撇业撇富撇母撇自由撇妻呀、啊，在前堂死了别呀、啊，高堂的母啊，在后堂死了别呀、啊，咋得起呀、啊？夫妻们分那别大门里，他看我这个，我看他。滴滴点点点点滴滴，这把这的泪悲啼呀，肚子为饭那帮啊，早了饭甩拎着，三川六国九沟八寨人马要多，我只金花衣呀，坐只在吊啊安呐，永牧区官之间那个我只也被责追赶，要外你一霎时无名大火腾空而起。而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啊噔，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，什么玩意儿？哒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啦滴哒。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威风。这不大大起大这个大堂，腾个龙灯一见叫色名贵西，楚王爷一见那龙歇息，他风撒头戴着武侠先穿蟒袍腰横玉带足，他朝靴左拐在朝里，在朝中响了起家中事，上金殿这个我爸奔那个一奔一奔奔奔八奔奏单起。已经到点了，真到点了吗？到点了，本大响个钱将起，别唱了，到点了，怎么到点了？新年快乐，快乐！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啊，唱着唱着龙套上来了呢啊！到点了没有啊？真到点了，行嘞。太棒了啊！不用倒数了吗？没有倒数了，没有。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差那么两秒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你下去的时候11:30啊。哦，那来吧，先给大伙拜年吧。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来吧。哎呀，这个他们上来搅和啊！那咱让他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吧，好不好啊？来吧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。倒班来，倒班来，哎，岳云鹏啊，哎，来德云社18年了，哎，马上，哎呦呦喂，刚18年，18年啊，刚才17年了啊，对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吧，大家想听什么，只要我会，过年了，咱大家开开心心，五环，我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些年还听五环，最亲的人，好吧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。大家没什么情绪啊，新年快乐。狗子，狗子快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多人都是狗子的粉丝啊，
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哎，师傅，我不叫两声，这个要求太简单了。师傅，我就不我就随便给大伙儿唱两句吧，唱的不好听啊。啊，那个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紧紧的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什么玩意儿唱的狗里狗气的这是啊？阿炳，你们看看这饼里饼气的。这个新年了，唱一首我的单曲《发财》，比哥带你发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刚才是不是过去诈骗犯？这单曲呀，这是干嘛呢？新年祝福吗？再来两句啊！发财哥，吉时吉日吉如风，这个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。关键是吐字清楚是吧？哎，对，啊，太棒了，表情真好啊！曹浩洋，刚才那个病人是你带来的吗？是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来啊，我来一个，这我也没准备，这样我演一个那谁，那张九南刚才没演的节目。好，哇哇哇！行，这是一个四眼狗。师傅说，这个孙老师今天准备了。哎，孙越，来，快来！没想到的事情啊，这个曹浩洋把我节目演了。你演不了那个，你也不像个狗啊。哎呦，给大家拜年。不，来个绕口令，瘪玻璃棍儿。不能，来给大家拜年，新年好啊！哎呦，不行，我回学什么？学个大象啊！不要提他原来的工作啊！学不像了。李云杰，快来，给大伙儿学个写字儿。我还挺太写字儿。来，我还挺紧张，给您唱段失传曲目，叫《苏三起解》。这可有年头没人听了啊！哎，李云杰在京剧青衣里边是正经有师承的。啊，他是跟杨金明学的。对，这叫师承啊。苏三还行吗？各位啊，有点干。苏三立了红土线，江山爱在大家前位，曾开眼我西好三国王的举子，听我演那一位去往南京，专与我们三王。差不多得了，哥啊，这么多人。当报花，栾云平，快来，他外号叫栾副总。谢谢大家。本来情绪刚刚搞起来，我不要让我给闷回去。谢谢大家。啊，这就完了。啊，来，高峰高老师，快来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。活不了啊！找了没有？啊，来，孔云龙，老愣来一个，孔愣。瓦蓝蓝的天上飞，老愣。一周年。还真是啊，这个老愣一周年，去年是在这儿吧？哈啊。侯爷演一个吗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来一个，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，憋了好些年了。好家伙，叫小帆吧。好呀，小帆吧，行吧。我这个郭老师都不会啊，听我这个啊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心中起心间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拦着点啊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哎，行。怎么样？好，没兄弟嫂了。哎，这回到于老师了啊。新年新气象。哎，别，对吧？这么多孩子，那么多孩子，您看看有一个吗？啊，来您。啊。于老师，什么？来一段。哦，大爷，您唱一个，我们只要我们会唱，我们跟着您一起来。你们不会唱，来一个，不唱，来，于老师，过年了，您怎么了？嗯、侯爷都唱，您要不唱说不过去了。对啊、大爷，有您俩师兄弟啊，您看啊，连孙胖子，您来一个，
来，我们俩人是丢完了，就差您了。来个正底，好，咱不能全军覆没呀。老师，学两句狗叫。来，于老师啊，哎呦，你这个没事，您随便。哎，这个咱这样，您一年就唱一回就行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个我还唱几句《京韵大鼓》吧。可以啊，好吗？可以。就咱们这两句啊。哎，好。古代列国多奇闻，俞伯牙汉阳抚琴玉知音，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，意气相投又把香焚。好，这边了，吓我一跳啊！谁吓谁一跳？吓我一跳啊！这个，反正今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您喜欢谁的也都有。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了，其实是得亏了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。这个时值年终岁末，这场跨年咱是演完了，咱们期待之后的封箱吧啊。嗯，你们今儿演，你们散了别走，就在门口等着，嗨，等着封箱开票啊，等着封呢那个。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观众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好，好嘞，来往前站啊。嗯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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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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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走过三里杏花营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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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。